面带微笑，站姿挺拔。2013台湾灯会亲善大使一字排开迎接贵宾，架势十足。为了要打造2013台湾灯会成为全民一辈子的回忆，县府团队力求尽善尽美，特别招募明星科技大学、大华科技大学以及中华科技大学，一共60位学生入主灯会担任礼宾亲善大使，展开为期20小时的培训课程。 包括美姿美仪国际礼仪彩妆礼宾接待等技巧，希望在灯会上展现最美好的一面。我原本是读画材系的，对，因为想要借这个机会，让自己认识一下，就是国内外，对不一样的一面，然后借此把台湾传统的元宵灯会和国际接轨这样子。 老师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们能更了解老师讲的，然后运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化妆啊、礼仪技巧那一些。以前是没有接受过这种训练啊，但是现在经过这一刻，我感觉到就觉得说，我自己觉得说礼仪这方面，我有学到了很多，就让自己觉得是自己的仪态有比较在成长一点。因为这是国际盛会，然后又加上想要就是凸显自己。 就想说来参加，所以县长也特别到场为学员们加油打气。这个课程就代表了门面，也就是新竹县民所有的代表的精神支柱，就是靠我们所有今天来培训的各位同学们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，为了台湾灯会登峰造极。大华科技大学、明星科技大学以及中华科技大学。 各来自不同的学校参与这次盛会，希望担任礼宾亲善大使，能够把服务的工作做好。我们会以最大诚意欢迎各位。经过严密的培训课程，60位亲善大使要用亲切的笑容和专业的服务，让游客来到新竹县感受到宾至如归的贴心服务。